近日，电视剧《归去来》的一组美国路透照曝光，罗晋、唐嫣再度同框。照片中，两人似在对戏。据悉，《归去来》已于今年六月份开机，不知唐嫣、罗晋再度甜蜜同框，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作品呢？自从去年罗晋和唐嫣公布了恋情之后，可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呢。比如以前穿衣相对比较保守的唐嫣，在和罗晋一起后，出席活动时在穿衣方面也大胆性感了很多呢，衣品是越来越棒。虽然说唐嫣现在已经30岁了，但是却依旧如一个18岁的女生一样。随着唐嫣人气的高涨，她最近的穿衣变化也被网友扒出来了。与以前不同的是，现在热恋中唐嫣穿衣太时尚了，但是也太大胆了，真的是气质洒的一地。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着你身上的这种气质啊，这种美的唐嫣，罗晋恨不得马上把你这个小妖精给收了。当唐嫣和罗晋因拍戏时候摘掉美瞳的唐嫣，不仅演技被赞有很大提升，而且在和罗晋的爱情滋养下的她，眼神也不再是空洞无神。就像有网友说的，自从跟罗晋恋情曝光，感觉唐嫣温柔了许多，现在唐嫣的眼神里则充满了温柔的星星，